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听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， 今日要同大家导航嘅产品系 Toffee KBD 二迷你真空搅拌机。Toffee 迷你真空搅拌机咧系由日本设计，外形精致小巧，亦都有呢个便携式嘅樽盖，方便带出街使用。它可以手动抽取真空，可以减缓食材氧化，延长保鲜。真空抽取可以抑制食物氧化的速度，减少果汁表面气泡，令到果汁的口感更加滋润滑，亦都可以作为一个真空的保存樽。樽身材料是 BPA Free Triton 材质，轻巧耐用之余亦都方便收纳。按压式的操作轻松简单，现在就等我教大家怎么用啦。首先将生果放入樽内，然后安装这个真空杯盖，之后就可以扭好杯盖，然后拉起杯盖中间这个真空手环，大概拉3-4下左右，你就会感受到不需要再抽这个空气的了。抽樽内的空气主要是为了减低榨果汁的时候水果和空气接触而氧化，要留意它最多只可以抽空气15次。之后你就可以将真空杯安装在这个主机上面，向下一压就可以开始榨果汁的了。完成之后就可以将这个刀片盖换成这个瓶盖，当你需要饮用的时候亦都可以重新这个抽真气，保持这个果汁维持一个新鲜的状态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来到这里啦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产品是 Toffee KBD 二迷你真空搅拌机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和记住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都可以去门市找我们的同事了解多一点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